我当时因为我的歌曲定的也比较晚，我然后还把老师请到横店跳，在那个深山老林里面也跳过了，在那种监狱里穿着古装也跳过了。干嘛？他们都觉得我肯定是要来做一些有的没的的不知道干嘛的事情，我就非要给大家看看我其实是努力在做这件事情的。可爱的小坐骑，哎呦呦，很有 feel 哎。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，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。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，啊，那是因为我关心。常常想你说的话，是不是别有用心？谢谢你带来的表演，你们两个表演是同一首歌。